画了一张图，感觉好没劲啊，怎么改啊？其实你只需要开一扇窗，有光必有影，先把影制造出来，上方创建正片叠底图层，拓进一个蓝灰色，给这个加暗的图层创建蒙版，在蒙版图层上选择黑色，这样你画过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道光。我们在右侧开个窗，整个这一大片都会被照亮。钢琴上的光要错开点位置画，换成纯白色，把凳子的投影补充回来，以及所有钢琴黑键的投影。接着千万不要让光的形状太单调，可以加一些围栏的投影。凳子高出地面很多，影子位置一定会发生改变。错开位置，根据垫子的起伏来画，还可以加一些窗外树叶的影子。最后补充一下光，创建添加图层，用暖色以及软画笔在明暗交接线处去增加光感。可以缩小笔刷，细节的地方也让它泛起光。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效果，一定要学会给你的画面开窗户哦。